开饭，今天吃梅菜扣肉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吃的梅菜扣肉。通知他们家的梅菜扣肉，平时都是发两盒，今天活动59.9给姐妹们发三盒。收到货，用牙签扎上几个孔，在蒸锅上蒸上25分钟就可以。家里面来个客人，蒸上一份，美味。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的。都是选用的这种上层五花肉做的，每干菜都是用肉丁去炒的，这里面都是有肉的。我们四川鸭脚板，这夏天吃起来很安逸。
这个鸭爪子都是整个的鸭爪子，然后36.9给姐妹们拍一发二，就是两斤，到处是两斤，推荐川香红油的，那个比较辣一点点，能吃辣的就川香红油，吃不了辣的就蒜香。就是这个鸭爪子，我们在市场上买一斤都要30多，然后我们两斤到手啊，那是做好的，两斤36.9。雪鸭来拿我们四川的美食给姐妹们做的活动。有一小块骨头，姐妹们可以试试这个鸭爪，确确实实是属于物美价廉，比较好吃，而且推荐。好，拜拜。开放了，剩的那个泥鳅辣椒皮蛋，下面还有一个樱桃萝卜炒肉。